要不是地震给的抚恤金，谁要养他这个小累赘？这是不是收千纸鹤？嗯。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学，你就干这些不正经的事儿。你再让我看见，今天是2009年5月12日受5.12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，在一年前的今天。小朋友，你再给我叠两罐千纸鹤，我就把这个全部换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能看见他就可以了。
请乖，下次来好不好？走吧，走，乖，走。你的小熊还在这儿呢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城市里每一个伴着闹钟的清晨和混杂键盘声的长夜，我是这城市中微不足道的追梦人，每天的疲于奔命，夜晚泛着蓝光的屏幕和写不完的报表文件。我们或许曾经或此刻正在生活的锋利里步行着，但是我们也至少在某一个时刻被温暖过。我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过了？直到我看到了那张老照片，所有人的笑容都像糖果一样温柔。于是一个突然归家的决定，披星戴月，日夜兼程。老家的一切好像琥珀里的春虫，一直都停留在它最美好的那个样子。回到小时候学校门口的杂货店，好像看到照片里那三个小小的孩子又在那里凑钱买零食。小时候一包辣条就能买来的快乐，现在捧着一盒进口巧克力也不会觉得满足。一包辣条送入口中时，唇齿之间不仅仅是那十几年也不变的滋味，还有那段一去不复返的童稚岁月。一包辣条带给我的安慰，就像深夜还亮着灯的便利店一样，琐碎而又安全。当我们正为生活疲于奔命时，生活已离我们而去。